靓新话，原名叫做李华普，籍贯中华民国广东省新会县。佢系九百省成新中华班个武生，喺屋企排第五。佢老豆一早死撚咗去卖咸鸭蛋，老母姓冯，旧时拉佢租人屋，住响省城黄沙西约下街门牌十号。屋企有九兄弟姊妹，排第一至第三系家姐。四仔李华苏条撚样，响黄沙咸约黄街一巷门牌一号树开烟档。后到又好吹大烟，正一唔撚死冇撚用。第六仔李华庭都系向省港班树做武生搵食嘅。第七系妹。第八仔李华希系斗鸡虫，娶个老婆姓王，中华民国十九年喺普同春班担正做小武。不过响新未羊年农历六月，花柳发作钉狗死撚咗。第九仔系拉仔，叫做李华尧，喺落乡班树做小生，娶个老婆姓张嘅。靓新或拉老母煮果时，每个月俾成100个大洋做家用价。20世纪20年代初期，娶咗西关嗰朵半开玫瑰做老婆，家计搬出嚟，只减少到俾60个大洋。Bosco 大佬神父，你讲近九百省城西关文昌巷，姓胡果条，生观音个女。乜半开玫瑰王少卿唔系电影《皇帝五错饭条》够菜嚟嘅咩？阿布拉罕细佬，半开玫瑰王少卿老早响省城嫁捻咗俾靓新话，中华民国11年已经拉佢生咗个仔。20世纪30年代初响省城离婚，粒仔跟咗老母死落嚟香港，最初住响老死大雪兰屋企。嗰阵戴雪兰拉麦少下拍紧拖，拉埋黄少卿齐齐打本嚟贴佬，俾佢开出影画戏《半开玫瑰》，黄少卿自己担正做女主角，一炮而红，赚捻咗好捻多银子，仲拉男主角电影《皇帝五错饭》套着咗，带埋个游艇仔计五错饭。搬埋去对面海土瓜湾探公道门牌154号三楼住住。中华民国28年6月20号礼拜二朝头早7点，靓新话气管炎发作钉狗七撚迷，黄少卿都有带埋个已经17岁嘅仔过去礼拜佢。攞白头带到嚟香港过市，吴错犯死返大后方避难，和平后。果朵半开玫瑰已经由市改嫁咗人，去咗澳门。Bosco 大佬神父，靓新或成世人做武生就897捻币啦。不过净系踩得第八天堂，一出影画戏咁多咋。